道了，团团，你除了看他以后，你有没有跟他讲晚安？我没有哎、欸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找到原因了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好可怕、哦，恐怖片哎、欸，这个。哪天你妈刚好开门进来，哦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哦，没有，我在跟时钟说晚安。好可怕、哦，我也觉得好恐怖。他可能带你去看医生。哎、那个医生，请问我儿子还好吗？他说时钟是他的好朋友。他每晚都要跟他讲晚安。哎，没有，我怕时钟跟我闹脾气啊！我现在烦他。啊？解释不清了。然后到时候你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你要抱着时钟。哦，没有了，我怕他我生气、啊。怕他寂寞难耐。你要抱着他，然后拍他。哦，没事了，乖哦，乖哦，乖哦。小钟钟还要怕小钟钟，好可怕哦！小钟钟是怎样？要帮他取名字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取，你可以取叫 DC 啊！不要DC，只有DC。跑回 DC 了吗？DC 好忙哦，DC 太忙了，DC 太忙了，真的。啊！医生问你的时候，你要说，你看你要问这个问题吗？你害迪西不舒服了，他难过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个医生可能会直接把你赶回去了，直接电死。这个没救了，直接杀了吧。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哎呦喂呀！加盾。哦哇，他进里面流水了啦！哪边啊？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。流水了，你的房子流水了，好好讲话。你房子，你看你这是故意的、喔，是故意的、喔，他故意的、啊。他喜欢让房子流水啊！我以为你房子漏水啊！不行，故意漏水啊！好好好好，原来是故意的部分。哎呦喂！啊，流水。你们到底在想什么？你们不行这样啊！你讲个漏水嘛，讲流水。对啊。哎呦，第二届车王吗？没有没有，没有车王大赛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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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车王选出来是 Bobo， 不会是我。Bobo 不在这里耶。啊、没有，他在聊天室。哦，会是他，会是他。不是我，没有，我并不会。啊、我今天都没有开车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不能跟满等的人比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有道理，我觉得有道理，对吗？太好了，的哇！哎、欸，我好少会认，我好少会认同酱油哦！天哪！你讲话好快哦！好少，这个更快，这个更快。今晚想吃熊猫肉吗？我把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怕吧？我很怕，不要。我最好了。我怕怕的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们有人砍完黑山？欸、不是、啊、黑山？哦，有。黑山，你要喊什么？黑山代表你练习练很快，我们都还是菜鸡的时候，你已经满了。这是不能越等打怪的意思吗？对，不能越等打怪。等一下，你刚刚的解释已经完全没有用了，你又讲说对，不能越等打怪。完全在重新再好快哦！哇，我这个小钓手钓到了。我决定了，今晚吃熊猫炖汤。感觉不错哎、欸。做好分你们一点啊！怕哦！哎呦喂！干嘛？去采装饰品、啊？没有。哦，烂音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音架坏坏。
音架坏坏，音架坏，我帮你打，你要帮他取名字，他才不会让你摔倒。对啊。那我取叫大老鹰，老鹰架。你会取他叫小鹰鹰之类的。我要取叫大老鹰架。老鹰架。大老鹰架。我的天哪！乱来。真的是，我好痛哦。哇，今天不是很冷吗？怎么那么热啊？我怎么觉得头越来越痛了？头痛哦。感觉今天我会多一块腹肌，一块吗？就长在中间有没有？好可怕！那你已经有一块了啊？对啊，接起来的吗？天哪！哎、欸，我家有超多石头，如果人要的话。好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跟那个谁啊，雨月家应该都一堆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付那个丝绸之处了，所以哦哦哦，找到跟你要免费的那个红石矿跟煤矿，自己拿回去哈，哇，自己挖，对，自己挖，要经验的自己挖，真的棒，我塞在箱子，啊，杰克你盖好大、啊。杰克大，他喜欢大，他喜欢大，他要当领主，他当领，他当女王，啊，对，他当女王了，哦，对，女王，讲错了，他等下生气哦，哦，对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等下开战了哦，杰克女王，对不起啦，我要派兵出去了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错了，你讲错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对，太慢了，来不及了，希望你不要派大老鹰来。我被机器炸了，老鹰！天哪！我要死我！今天的车速怎么回事？真的快，车速有点快，大家今天特别会开。哦，怎么是歪的？嗯，偏哪边？歪的吗？怎么是歪的？正常都有点歪歪的啦。什么东西啊？哈基，我不懂哎。就是对啊，哈基不懂哎。就东西盖出来都歪歪的啊。有吗？可是你不是强迫症 吗？对啊，你应该你应该盖得很正吧？对，没有没有你正，美女没有啦，杰克最正啦，杰克是女王，杰克最正了，没有啦 ，Bobo 啦，又再讲 Bobo 就对了，再讲 Bobo 就对了，我跟你讲 ，Bobo 要去你的台了，准备好来 Bobo 来 Bobo 来 Bobo 来，多一个观众。有观众加一，观众加一就知道了。波波来了，计划通，真的耶！波波今天疯狂躺枪哎，太有效了。波波来了，对啊。啊，印架不能放在半尊上哦。你帮他命名就可以了、啊。对啊，你要这样讲大老鹰，你可不可以放在半尊上之类的啊？你要问他哦，询问一下他的意见吗？对对对，啊、不行！你这个失声尖叫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做了一件超智障的事情，这个女人在笑我。本来就来不是这个是有史以来最蠢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国外麦块以来最蠢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刚刚去沙漠，然后想说。哎、欸，我挖沙子好，然后挖一挖，哎、欸，回去好麻烦，我那个 Q 一下好了，结果打错指令，我打 Q 里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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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哇，东西都没了，哇，你看，恭喜白挖了，恭喜啊，这就是会指令的下场。不是，我知道怎么打，我只是顺手。OK， 我们都懂，我们都懂，我们都懂。K 跟 C 啊 ，K 跟 C。你没有啊，我是很习惯打克利尔啊，就打。你的情况我们都懂了。打克利尔，就常常就是对啊，那种常常克利尔是不是？你的问题我们都懂。什么啦？我会打指令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很恐怖啊。对啊，真的。超危险。下次回去，下次你在沙漠要回去，你就被沙子弄死就好了。真的，你吃沙子就回来了。反正对，反正吃沙，重要的东西没有身上。吃沙补沙，吃沙补沙，吐沙，吃补沙，补沙。分手掐来了，不然这一幕很精彩。分手掐来，什么这一幕啊？什么这一幕很精彩？为什么？冤状态。
状态不好。可以看一下哦，状态不好。状态不好，每天都把状态不好。哇哇、欸！我发现酱油超会那个叮洋洋的，好好笑。不是，我已经连续三天都已经三四点还睡了，不要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那洋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也都三四点睡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啊、因为我们在打LOL，我们都在打英雄联盟啦。哎、欸，你们那个不一样好吗？哇，你好夸张哦！还好我只是在打 PUBG 而已。哇，你们太夸张了啦！我都打了魔兽世界的，你还不是一啦？飞行是在，真的假的？他竟然在魔兽世界？没有没有，最近有口啊！对，最近回去跟魔口。怎样？你们要不要来一坨呀？一起玩？他是玩经典服还是正式？不是。一般的，所以很快，嗯、所以很快。我们就要来开心一点的吗？我没有，不要。那个酱油，酱油跟那个繁星不是以前有玩过吗？你们应该用以前就好了。对啊，我说不定可以拿到我以前的角色。对啊，角色转过去就行。我好像一百一吧。嗯，把角色转过去的、啊，可以、啊。那我的角色还在，好像还在90还95，忘记了。为什么你的脸长这样？好准呀！真好呛哦，这句。对啊，这句有点呛。我刚才转头看到一个蛋糕头，想说，怎么雨月脸怎么长？哎，对，蛋糕的样子。啊，对啊，雨月现在是露肩的顶蛋糕造型。哇哦，露肩吗？没有，他穿着装备，所以我只看到一个蛋糕头。Sex。哎，可以问一下你们在哪个伺服器啊？现在那个，现在同一个，同意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就是你要把 PVP 打开，这样子。没有吧？是不是现在是有分啊？只是没有 PVP、PVE 的分别而已。哦，那是啊、哦。是吗？有啊，点进去只有一个伺服器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直接玩。不，是因为你没有选伺服器，有它的时候很多伺服器。哦，啊，反正选预设的应该就对了吧？不一定，你要看你的伺服器有没有选到我们日落沼泽。哦，没关系，给他看一下。哦，原来你们在日落沼泽啊。沼泽，你转过去就好啦。他们是有三个两个这样合并，然后就是以前有啊，以前还在。嗯，对啊，以前有啊。你们有没有骨魂啊？小雨那边很多啊，去圣怪塔刷一刷就有啦。哦，对哈，有两组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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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兰骨头，西兰骨头。哎呦，这头，很痛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现在那个水可以放到那个楼梯那边，很讨厌。哦，对啊，现在就是会那，哎，可是这样盖水上房子很开心。漏水了，这里是哪里？怎么会漏水？这是哪里？为什么这里会漏水？我是谁？你怎么漏了？又是不是又是他？你怎么漏了？有漏了？你怎么漏了？这里怎么会漏水？是我造成的。我想说，怎么会水流下来？他就是我要放水，我要游上去，一放到那个楼梯，我的屋顶漏水。OK，就流到雨月的洞里面去了。OK，不要这次干涉干涉我说地道不是 OK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了解了。你还是改成穴吧，不要改成洞。不要更可怕，不要了，没有比较好吧？更可怕，地穴啊，哎，怕了。我有点怕了，这个明月的地穴吗？他既怕，他既怕到不要这样。我收回那句话，他没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对，漏水了啦！哎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投票其实繁星的票数也蛮高的。嗯，我很好奇，我反而很好奇，我怎么不是第一名？哎，对，就是其实留言也蛮多都提到繁星的啦，对。也是蛮多的，没有，繁星是不常开，可是那一开就哦，那个就不得了，这样，就语出惊人那种，一鸣惊人，我是列车，我是开火箭的车，开比火箭还快啊，光速，对，拿狙击枪的那一种，对，看的瞬间仿佛让你看到了宇宙，宇宙，不，让你看看新世界。好，就这样。你们都没用吊灯哦，灯笼呢？我还没有去挖那个荧光石。不是啊，我有荧那个用铁，那个用铁，火把跟铁力啊。
会吧，都在用。哦，啊，有吊灯哦。有啊，有啊，新的。它长毛样啊？你可以来怎样啊？你可以来我家看啊。长毛样、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也太顺了吧！经过我家就直接滑走下去。回自己家当然要顺手一点啊，不然嘞，我还没关门。哦，重点是不关门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。我种出来了，啊！你要不要蜜蜂？哦哟，我种出来了，你种的？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用养的吗？种的，真的是用种的，用树那个吧？你是埋在土里？哦，他是说随机随机会生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会生。嗯，种树啊，种树也会生啊？你附近要有花，有5%的几率会生。哦，五趴的，对，其实蛮高的。欸，我中了7株吧。欸，还是你要等晚上一点再来，还是欸，你去你家种，我教你怎么用，你来看。好啊，可以。因为蜜蜂能干嘛？采蜜啊，采蜜、啊。然后蜂蜜加速那个附近的植物的生成速度。哦。然后那个蜂蜜可以回血，我想说我就不死，慢慢喝蜂蜜回来。可以喝蜂蜜。哦。哦、oh, 啊！结果你那边聊天室一堆，是不是叫我去死？哦哦，对啊，好坏，没有啦，他们没有叫你去死。这里说，哎、欸，繁星都繁星那边没有他哎、欸，所以我刚才会跟你拿骨粉。哦、oh, ，来的我家，我忘记我要干嘛哎、欸，我要去谁家？ Oh, cool 哦、你就去谁家？你就只要我中一朵就可以了啊，十字只是好迷信而已，嘿，呵，任何花都可以。嘿，好，我有很多雏菊，或看你要不要在地表也可以这样种啊。哎、欸，那蜂巢可以用四手挖起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如果里面没蜜蜂，你挖开的话，里面不会有蜜蜂。哦哦，对啊，就不会在吃。所以你要等。繁星家在哪？你想干什么？生成蜜蜂。他想看吧？你也忘记了，我刚才想说，奇怪，我去谁家？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？这里。繁星家看吊灯。这里对对。这个也是最近。因为巧克力那个生存跑去研究了，结果我死了。哦、怎么死了？小雨，我要去你的神怪砖。哎、欸、啊啊！酱油力狼来啦！吊灯在哪？你人在哪里啦？不是这个，来这里直直走。我在海边，我被孤立起来的那一栋。没有这一条路。你去哪里啦？小雨家啦。好。小雨。我在杰克旁边，你来小雨家。他的意思说你来带我过去。小雨，我来你家了，等一下我找一下哦。你们看到我都在你前面晃。我拿斧头、哦。我错了。这里啊，谢谢，我拿骨头就好了。要攻什么都要拿着也都可以。嗯。怎么这两晚都没老鹰啊？你家跟我家一样边缘、没老鹰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这怎么做啊？求生系。一个火把，四周都是铁力。好了，我要去做。哇，那、這个，哎、欸，怎么受伤？我要走了。好了，这个蜂巢出来就离我的伟业更进一步了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剩下18分钟。好。你剩下18。有啦，有个雏形啊，有个雏形啊。大家就要说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分钟了呢，你剩真的，每分钟都要倒数吗？真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剩17分钟了啦，杰克。嗯。哦哟。哦哟。好了，直接上去留言。死了、哦，怎么就这样死了？好气啊！哇，掉了！我的仓库闹鬼了啦！不是长蜘蛛哦，长蜘蛛也是啦。太久没整理长蜘蛛了。哦，是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只听到尤影的声音。尤影过来了吗？我在地狱找东西。哦，我又跑到主世界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找建材，我在找建材。
哦，我拿你石头走了，小雨。好烦哦，那个小金的投掷器啊，我也以为有窟窿在射，我都会转头。怎么都没夜妹啊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们应该有过三天了吧？过了吧，没人睡觉吧？早就过了吧，没人在睡、啊。对啊，今天很每次重开伺服器重算吗？哦哦，真的吗？哦，那我可以睡一下吗？不是啊，可是上次也是开场就有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就算是重算也超过三天了啊。对啊，夜妹罢工哎、欸，我一直喊救命哎、欸。对啊，他罢工了，他不想来、欸。对，已经有其他大老鹰了。嘿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是说你的鹰架吗？有啊，对啊，大老鹰架。嗯，很会哦，很会啊，跳哦，跳哦，成精喽，成精喽！我来看一下我家的那个烤肉机有没有老鹰来叼食物。很怕哦！哎、欸，又没食物啊，都老鹰叼走了。跟你说有大老鹰，有大老鹰架吧？啊，你是用那个吗？你是用自动烤的岩浆烤的吗？对啊。啊，因为烧掉之后有可能都鸡肉往上喷啊。没有，是被大老鹰拿走了。是被大老鹰架拿走了。好好好好。那大老鹰架在讲话啊。对啊。杰克走过去在那边嚼。嚼嚼嚼嚼嚼。我刚好看到老鹰在吃啊。哈哈哈老鹰老走了。对哦，你有看到那个烤鸡吗？然后嘴巴一直嚼，一直嚼，一直嚼。嗯，哦，好不？好不？好啊！啊！怪物耳朵，怪物耳朵，重新计时。怪物很多啊！怪物 ，sorry。可是繁星都没耳朵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们说死亡会重新计时，可是有人也没死、啊。我没死啊，对啊，我也都没死啊。对啊，所以跟那应该没关系。今天也都没死、啊，只是每晚头上有几率出现啊，只是刚好可能大家都在室内吧。对啊，都在地底下的关系。嗯，好，我生来，我去赢，我去赢。锁链装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泱泱一直在屋顶，他有死啊，他有死，不是他一直在、啊、哦。他有死掉、哦，好吧，老鹰来了、啊欸。可是杰克不是也在乱晃吗？杰克在乱晃，杰克不是在很认真盖家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在乱晃啊。哈，你在乱晃了哦，你已经因为我要骨粉啊，我没有木头，给你啦。这里啊，这里我有啊。讲说我们这边很多、哦，你真的是我有两座神怪装，我有两组的骨头。哦，你要拿你过来，我给你。讲不听呢，给你啦，我这里有，这里有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杰克只是想要休息一下而已啦。哦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怎么误会他了啦？怎么会有告示牌？啊！我不小心撒出来啦！哇，好棒啊！弗劳尔，弗劳尔，弗劳尔，弗劳尔。谁？捡到的告示牌，捡到的告示牌，然后放回去，打这个名字。哦，还有我等你啦。哦，啊你还丢一个萝卜出来哦。那个是刚打到怪，然后捡不起来，我丢告示牌。哦，然后要吸它，忘记吸了。哦，萝卜可以拿来种啊，我有农民。两个都损失了吗？哎呀，你要吗？马铃薯。对啊，我们河边有马铃薯。嗯，我有一整片的马铃薯田了。哦，食物不缺了，耶！啊，杰克是不是要蹦出那句话了？啊，大老鹰会拖大老鹰，大老鹰要吃素。我去，大老鹰要吃素咯，我派老鹰去拿食物咯。你看，人家就看到旁边有一个鹰架，老鹰的老鹰的足迹有没有？对啊，没有，你可能会看到剩几根木棒或竹子吧。哦，熊猫来过了。不
噗噗噗，哦痛哎！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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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又生怪了？歪了，我放歪了，放歪了，什么东西长歪了？架子长歪了。明月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地狱哈？我回来了。啊，我去哪送送萝卜？过来。我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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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我看到大老鹰了，被抓个正着。原来大老鹰就是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有人在玩钟。哎，你在楼下吗？我在楼下。你的农场在哪里？哎呦，你要找影月怎么跑到我家来啊？不是啊，我只知道这条路自然下来啊。哦，哎，现在酷工都是很派的那种，给你，很凶啊，每个都穿装啊，对啊，嗯，只有一根，一根啊，啊，哈基只打到一根啊，哈，萝卜，哈基，哦，萝卜，啊，对啊，不然哈基你以为是什么？嗯，啊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老鹰，对。老鹰是这样，不要一只老鹰啊！今天的话语满满都是老鹰的，怎么的吗？脱离不了老鹰，老鹰，想起老鹰，你不要那精华的标题就是老鹰就好了啊，不用想老鹰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大老鹰，哦，大老鹰很轻松生存，老鹰，老鹰，有点大老鹰架。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这样有你大，我家真的是，大家都跑去你家是不是？都是路过，都是路过。好好直接走过来，又再走出去。从那个你家穿越啊！哇哦！每个人都打开门，哦，默默走下去，打开门，默默走下去。喂。哎，那请问哪边有直通的啊？不经过你家的？有，对对对，外面这边有个洞。哎，不愧是老鹰，老鹰知道哎。像你家很热，因为那个刚刚对老鹰有偷食物啦。你有看到老鹰从那边偷食物是不是？看老鹰，那我派出去的大老鹰家都从那边走了。哦哦，老鹰真的是很坏。对啊。该制裁一下他了啦，我是不要了，真的，这样子他才会乖啊，对不对？他是董事的老鹰，董事的老鹰，我是杰克派来的，所以你是，把他删掉，把他删掉，他就是老鹰，他就是老鹰，抓到老鹰了，打老鹰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杰克派来的第57号杀手，57号老鹰吗？所以你前面还有56个老鹰呢，你要小心哦。什么？别人说这不是轻松生存，这是老鹰生存。大老鹰生存，老鹰模拟器。路过。又有人路过他去家了，到底是谁？对。刚好走上去就是阿基家，这么刚好，他就来就堵起来哦，不分居了。我设定那个指令，经过要扣一个铁钉那样子。哇跳雪豹雪哦，真的，在家赚钱呢。实况主教你躺着赚。哦、你在玩大富翁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过路会，过路会啦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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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点贵。嗯，过路会。请问可以改成一个鹅卵石吗？哇哇，还讨价还价呢？你是不是要破产的啊？你要破产了、哦？对不起啊，我那个什么房子都卖光光了，没钱了。没钱了。那栋什么啊？我刚好看到一栋哎、欸。哦，不行，那栋是我租的，我还要付人家房租，有没有？哎，老鹰怎么摔死了？老鹰死了，老鹰飞不起来了。就叫你不要飞那么高吧。老鹰滚到脚了。不是，老鹰你在吃东西啊，吃太多了哦。太胖了，胖老鹰，胖老鹰来了，胖老鹰。
太胖了。哎呦，屏障也算顶部方块，所以不会生成。可是很多人没有在屏障。对啊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在头上的某个几格啊，二十格吧。嗯，对，屏障已经超过我们二十几格了。对啊，屏障很远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屏障范围没有到这么大、啊。没有没有，很屏障蛮小一块，很小一块。应该到他自己房子那边就没有了。嗯嗯。对啊，这片僵尸啦，一直听到僵尸声，而且好多只哦。那只老在哪里啊？那只老鹰成精了，所以叫老什么？老鹰，老成精。不到，不要乱讲。老成精啊！你说了，你说了老成精。哦，你刚不是说老成精吗？对啊，老成精。是啊，是是。怎么了吗？我刚刚其实也没有反应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听到一句啦。嗯，哪一句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不好说啦。是谁？老鹰哦，不要吃太多。有啦，现在有必要节制一点啦。节制比较少，节制克星。我要把道路连到我家，呜呜。鱼安安，我记得你名字了，鱼。观众在呼喊你啊！阿叔都没讲话、啊，阿叔你都没有声音呐、啊，你都没声音呐、啊！你真的 OK？ 走上去会撞到头。不然小心老鹰就去巡逻了。小心老鹰去巡逻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请问老鹰，你今天想要吃啥呢？不配搭吗？我今天想来点。有哦，我跟你讲那个广告哎、欸，我天哪！我一看到那广告就算了，啊，那广告什么什么家乡菜，我的腰修贵啊，好可怕哦，太可怕了。剩下哦，分钟，分钟，杰、哦、克快点，杰克快一点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好，我会快一点的。感谢超级留言，复读机蓝屏。哎、欸，哎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我不该这么歇斯底里。哈？怎么了？没有啦，蜜蜂坐在船上，想说什么没有回家。好好好好好。坐船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被船卡住了。好可爱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这感觉蛮可爱的啊。可以坐船上、喔？可是他，你杜鱼都可以坐船上了，拜托。哦，好厉害哦、喔！你可以圈养他哎、欸。不行啊，要他让他回去啦。哦、我还怕打到，怕打到蜜蜂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来来来，我们去楼下玩。你家在下面、啊。我想起来他是要吃什么了。什么吃什么？他是说鲜牛肉河粉加香菜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想加香菜有什么？对啊，加香菜太可怕了吧！你知道我刚刚听什么吗？就加香菜啊。加、啊？对对对对，这个加香，加香这个加香。加香菜。为什么加香菜？加香菜是什么？加香菜，它是那个可辣丝香菜啦。对，可辣丝很恐怖。可辣就是加香调味的香菜。我看到都是那个、欸、点饮料哎、欸。啊，饮料我都没看到哎、欸。有啊。怎么可不可欧蕾白玉去冰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每次看都好想点饮料。可不可的欧蕾白玉去冰？你怎么知道我喝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喝什么？我今天是可不可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今天也是喝可不可。我怎么会知道？这代表他们这广告很成功啊！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有广告，就是就在用了啦。对，没有广告，有卵石，卵石这里的、啊。你不要，你喝完再讲话啦。这里的、啊，口渴了。是啊，感谢感谢。哦，抱歉，我要嚼白玉啦！哈哈哈，哟，加香菜直接给负评，哎呦，我喜欢，我也是负评。那我们可以白玉欧蕾加香菜，恶心，好恶心，好恶心啦，太恶了啦，奇怪啊，不行，好刺激哦，地狱料理，我把你黑单，地狱料理。
好吧，不然我们鲜牛肉河粉加白玉嘛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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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都要珍珠就对了。怕爆！小雨是刚从日本回来是吧？A 不能加 B 的，我们就 B 加 A 嘛。哎、欸，对，等一下那个杰克，哎，你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疯珍珠吗？屋子那边那个手摇杯饮料都超级贵啊。啊, 超啊，你有买吗？你有买吗？我没有买啊，一杯好像台币快200块吧。啊，太贵了，谁、哦、买得下手啊？没有，因为物价本来就比较贵啊。200块，等我一下、哦。贵啊，超贵啊！赶紧离开了。等我，受不 了, 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不是啊，我刚卡 bug， 我想说踩在空气上面会突然垫高个0.5格，吓到我。哦，那就是 bug 了。对啊。踩到香菜啦！香菜原来占这么大空间、啊，吓到跳，对，吓到跳起来，自动避开它。恐怖。嗯，丛林原木，我看我要去看一下杰克家的坐标是多少。哦，你要挖过去，你要挖过去是不是？你要挖过去啦！你要挖到我家哦？对啊。欸、你要不要干脆做个那个连通所有地下所有人的家？会，没有啊，因为就是打算做这件事情、啊，差不多了吧，大部分人家。然后从此以后上面再也没有人了，通通整地下道。然后一直都在地下道。没有啊，这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像地下街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变地下街了啦，越地下城。嗯，那有蟹购吗？蟹购，蟹购。在地下城、啊，在地下城求蟹后是不是？蟹、哦、后没有蟹后啦，可能有很多污垢啦，因为没有整理。够哦！我觉得啦，我们不会有蟹后，我们还会成为主角的炮灰。哦，主角快跑！然后就被怪物吞没。我刚刚是看到泱泱跑来吸苹果就走了。是啊，我想要去看有没有那个苹果项目，你想要看有没有苹果？哦。顺便吃一下苹果。那黑橡木都，我一看到它长，我就把它马上挖掉了，因为我也要。黑橡木，可以多种几个啊，那树苗多种一点。那树苗不好生，不是吗？我有尽量在种。是的、啊，是比较不好种。啊，最难就是丛林啊，2%、欸嗯。真的假的？嗯、真的。因为丛林木通常不都长很高吗？很高，可是你四乘四的，你种出来还只给你3个哎、欸。哦、你玩过哈基的那个成就你就知道了，哪一个成就啊？以前的，很早以前认识他的。哦、嗯，还有一个成就是要五组丛林树苗，啊，不就刷到死吗？我就刷到死啊！刷到死哎、欸！你没刷到，你把它挖掉，然后再重刷。嗯，来啦，大家都盖好了吗？还没、嗯，还没，我是还没啦，但是可以了，没关系。我也没关系，都已经差不多了啦。因为我现在盖这个，是另外多盖的。我已经放弃自我了，等你。你确实放弃自我？你们有要延期吗？等一下可以，我是觉得我是跟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嗯，好，那就谁先？谁先？那就你先啦。先好，对吧？好好好，好，等一下，你家门口，等等，我放下手边的工作，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，谢谢啊